近日，金星晒出一则动态，是和老公的生活视频。原来是二人在庆祝情人节。视频上，金星穿着深 V 长裙，看起来高贵优雅，身旁老公戴着帽子与围巾，看着十分绅士。随后，二人和一众好友一同在游轮上聚餐，享受着美好快乐的时光。金星还透露，当天是他们夫妇的结婚纪念日，大家听后都纷纷祝福。金星老公汉斯更是低头吻住了金星，大家纷纷高呼，画面甜蜜又温馨。而一向强势的金星突然害羞起来，她娇羞地看着老公，两人深情对视，宛如热恋的情侣。自从放下工作决定享受生活后，金星就经常在社交平台上秀恩爱。金星透露自己用了十多年的化妆镜，也是老公送给自己的。同时街头散步时，老公经常会买一些小东西送给自己。虽然老公汉斯不善表达，但是他会在细节处用真心打动金星。私下的金星一改屏幕上犀利霸道的形象，我们通过这些动态看到了另一个不一样的金星。再强势的人有温柔的一面，婚姻的和睦也并不仅仅是金钱上的给予，相信心思和细节才是维持感情的关键。祝福金星夫妻能幸福下去。